唱翻啲 course 嘅，咁就可能同你直接私底下交換啊咁樣樣咯。咁都要換到錢。我媽骨咧就係、是、咧，原來咧啲人係咁懟俾佢啦，因為佢之前係中咗 jackpot 噶嘛，跟住佢有好多 coins 儲落噶嘛，跟住咧佢嗰啲 coins 咧，佢已經玩咗好多嘅，剩低好少嘅，都可以咧換到500多元啊！哇！500多元，跟住我話不如嚟飲茶咯，一陣玩曬、真係好無聊啊！呢啲係。我昨天放假就是這樣虛耗了，都不是虛耗的，都挺搞笑的。然後之後呢最好笑的就是，然後呢那裡很冷很冷的嘛，然後呢我們有穿外套，然後之後呢是跟住出嚟之後，街上面嘅人全部著短袖，跟住我哋兩母女著長袖，跟住啲人會用好奇怪、好奇異嘅目光望住我哋。咁我哋啱啱做咩咧？跟住咧，裏邊玩嗰啲通常都係一啲係後生仔，冇後生女噶。跟住咧，一係咧就係嗰啲中年啊、老年啊、退咗休嗰啲去玩嘅。我話你知後生女去邊度玩啦、最近咧 ，Sogo 咪有減價嘅。哦。佢哋去咗 Sogo 嗰度 shopping，shop 咩咧？YSL 啦、Dior 啦，嗰啲唇膏好正。係好平係咪啊？唔係啊，200多元一支啊。哇、都好貴喎、但係通常做一些套裝咧，都算平嘅，除翻開。哦，都係嘅，都後生女咧，通常放假都係去 shopping 啊，去呢度玩啊，嗰度玩，或者去 high tea。我唔明啲人點解咁中意 high tea。因為 high tea 啲 cupcake 靚咯，同埋可以 po 上去咧 IG 嗰度呃 like 咯。可能我唔係港女，可能我根本是一個男人、我研究過啲港女啲行為，佢哋咧中意 high tea 咧係鋪一啲成座咁高，即係大約我係啊係啊，我啲朋友又係咧嗱，中意側坐啦，然後咁嘅樣影相，仲要咁樣或者咁拎住匙羹咁嘅樣咧，擺喺嘴邊咁嘅樣，係咯，食同唔食之間咯。總之一定要見到成座塔嘅，係啦。係咯，我未試過嗰啲。仲要嗰啲咧係勁多 decorations， 食落肚咧唔知大把色素嗰啲嘢咧。其實睇落都好好食嘅，但係就其實好貴咯。係啊，好貴㗎。你 high tea 又食唔到幾多個 cupcake 嘅？真係食唔到幾多個。即係頂籠咪食兩三個。除非你自己整完之後再 po 上去 IG 呃 like 嘅。通常都用嚟呃 like 㗎啦，都係。唉，好啊，講到攰，我哋都。喝一包 BLT 先，我喝雪碧。好，好，那我們聽首歌吧。嗯，首歌是你選的，什麼歌來的？這首是很久以前的一首日文歌，它是哦，它的照片很 summer feel。 Weekend Singer Song， 沒錯，現在 summer 了，就是給大家聽放假的時候 summer vacation 的歌，聽下 summer 這首這麼 summer 的歌吧。是不是 Weekend Singer Song？是不是聽落很有這個夏日 feel？ 是很有夏日 feel， 即好像去到夏威夷度假那樣的感覺。哦，好啦，那我們聽下。ここから輝き出すよ。
簡単に叶うようなわがままは言ってる割に本当に欲しいものはいつも見つからないこと一人じゃ気づけなかった二人ならこんなにもすぐそばにある当たり前が嬉しい指をすり抜けてく好有動感的夏日啊！動感夏日，呢首歌是叫咩啊 ？Weekend Song， 放假就要升下霜啦，平啲下放。好 ，Hello，Hello， 系放假咧，放假其實咧有啲攰咯。我咧，我琴晚發夢咧，我翻工啊。你昨晚發夢你翻工嚟點樣噶？唔知啊，總之係一個翻工嘅環境啊，喺公司唔知做緊啲咩嘅，跟住咧個人好犯賤啊！明明放假就去發夢翻工，的確會係咁。即係平時咧，我明知第二日放假噶啦嘛，我嗰日咧嗰晚咧就會發夢諗起翻工嘅嘢咯。但然之後咧，一醒咧就會好精神緊張，然之後心諗：咦，係咪夠鐘翻工啊？已經我有時咧翻工又好衰嘅喎，一起身就乜唔係放假咩？跟住諗多一陣，諗深啲，係啊，今日翻工啊，的人就係咁嘅，唉，係喎，都係。咁你今日都係放假嘅喎？係啊，你單 day 啊？我一日。即每個禮拜一日咁樣放假咯。哦，即單日放一日嘅啫。係啊，因為 shift 就放一日嘅啫。哇，放單日嘅假咧，其實都好攰啊。係啊，即你配一日又走唔到去玩啲咩？咁你如果出去行嘅話，啊、你又好似好攰咁，每一日又會。O K 啦。第日又要翻工咧。所以今日放假我都仲喺呢度做節目啫。最重點係一日嘅話咧。我媽一定會叫我，不如你留喺屋企執嘢啦，執嘢咧。但明明都冇乜嘢要執，但阿媽就一定會覺得好多嘢要執啦。不如你執嘢啦，不如你執好啲嘢啦，不如你唔好去玩啦咁樣。我有時候我媽都係啊，不如你放大假先執嘢啦，你冇依家執啦咁咯。唔係咯，佢係見我放一日假、放半日假、放咩假都好，放假執嘢啦，又去玩啊，唔好去玩啦，佢執嘢。咁除咗執嘢之外，佢會叫你做咩？除了執嘢之外，佢會叫我幫手做下家務同埋執嘢咯，冇噶啦。都係呢兩個。佢唔會叫我做其他嘢。好啦。會有叫我做運動咯。哦。咁但係其實你翻工已經有啲攰，放假都要去做運動嘅，會唔會有啲更加攰？好攰喎，咁樣。唔係噶，都 OK 嘅，但係咧，佢唔知點解翻耐咗工懶咗。以前咧，啱啱翻工嗰陣時都有咧。放工去做下運動，踩下單車，跑步。而家咧一翻工翻屋企就攤喺度。我以前咧如果之後，因為我以前係放星期六日噶嘛，星期五咧我就會去食完飯就會公園散下步咯。哇哦！嗯，原來咁。通常都同 friend 傾下偈啊咁樣。嗯，我今日放假咧去咗睇戲。係啊，睇咩戲啊？今天看了看《一游一世界》哦，《一游一世界》都挺好看的，劇情挺緊湊，
不過咧，我覺得佢太有呢、這個，太有呢、這個呢、這個咩 feel 咧？唔知道太多獨白咯，即係太多個主角無啦啦自己喺度心裏邊嘅想法講出嚟咧。哦，即係喺此時此刻，我真係覺得乜乜乜乜咁樣嗰啲咧。即係明明 zoom 住個鏡頭係嗰人講嘢，但係我心裏即係突然間殺出唔知邊度殺出嚟一把聲。唔係，總之就係佢自己嘅心裏話啦。跟住之後畫面有好多嘢飛過咁樣啲劇情，跟住佢自己喺度係咁講嘢。太多呢個心裏邊嘅獨白，嗯、好似係高登古改編嘅戲都有呢、這個，都有呢個重點咁樣。係咪佢自己 FF 緊咋？唔係啊，即係個劇情係咁樣嘅。跟、嗯、但其實幾好睇嘅總體嚟講。仲有就係我覺得嗰、嗯那個。是笑位啊，是幾好笑，恐怖位又幾恐怖。即係點樣係恐怖位啊？唔明。即係佢有啲，佢有個奸角咧，叫阿積嘅。嗯。咁咧就成日都咧，成日都蝦主角啊，或者想打主角啊，跟住之後成日想打佢啊，或者佢去打人嗰啲兇狠樣咧，真係好恐怖嘅，見到心都寒埋。嗯。發夢都會諗起佢恐怖。跟住有一幕咧，就係佢要打人，跟住之後咧。佢咧喺個廁所度咧，跟住嗰啲廁個板得咁低咁一米咁樣嘛，佢咧將個人咧排牙咧，我有個人咧就幫佢冚箍住嗰個人，跟住咧排牙咧就托咗喺嗰塊板度，跟住即係好似擘大牙，跟住之後咧排牙咧就晾住喺塊板度啊咁樣咧，跟住佢咧就企到好高，一嘢踩落去，跟住之後咧踩落嗰個人嘅頭度，咁隻牙跌出嚟，咁跟住冚爆咗排牙，哇勁恐怖，恐怖到咧，其實我遮住我眼我睇唔到，跟住咧我一打開眼咧，佢已經係有粒牙喺地下咯，勁恐怖，咁恐怖嘅人都有，跟住咧嗰人咧成日咧企到好低，跟住反白眼咁樣望住你。哇！點解高登古都咁恐怖嘅？都 OK 嘅，係有啲恐怖，但係有啲好好笑嘅位嘅都，係、嗯、咯。佢又有恩怨情仇啦，又有兄弟情深啦咁樣啊！我真係唔明白，劇情都幾豐富嘅。即其實呢套戲係講監獄裏邊嘅人嘅日常嘅。係講個有錢仔入去監獄，跟住之後識點樣去適應監獄啊？點樣去？點樣去咩識朋友啊？又有啊，改變自己人生價值觀啊、嗯、態度啊咁樣咯。會唔會好似 TVB 劇咧？即係有啲有錢人入咗監獄，然之後即刻買起啲啲人，然之後幫佢佈置超級豪華監房。冇嘅，佢係佢只不過係你想知嘅就自己去睇下啦，都幾好睇嘅。嗯，好啊、我都推薦嘅。不過咧，今日就去咗睇呢個。看這個 UA 的下午場、嗯、很貴的$80、啊、哇真的很貴、啊、$80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在馬鞍山戲院看一場 3D 的戲還可以買了炮谷、啊、嗯真是太貴了好了為什麼你要去這麼貴的戲院沒有剛好時間差不多了本身我也打算看早場不過朋友就應該未起到身的嗯是了唔緊要啦，橫掂我都係一個在職人士，該使嘅錢都係要使嘅。嗯，我都應該咁樣勉勵我自己，唔係揾到啲錢嚟都冇乜地方用咧，咁都的確幾可悲嘅。唔係啊，我平時咧，我媽放假咧，一放假就會開嗰、那個85台啦，睇嗰個咩交易行情。唔知創富方定交易行情，太恆爭啦！呢個節目，呢個咧成日都俾我媽放假咧就話：阿女不如嚟儲啲錢咧去投資下啦！成日都咁樣同我講。我爸我媽每一日如果喺屋企係有電視嘅話，佢、嗯、一定會撳去呢個台或者撳去一個有線嘅唔知乜乜台咧，財經台就會睇噶啦。跟住好辛苦嘅，由朝到晚都望住啲數字，望住啲人係咁樣一輪嘴咁講嘅，安息 A 五十，安息 A 五十，其實安息 A 五十係做。